我给你个叉子！我这冰点攻速好快啊！这都能扣着我啊！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！一张办卡就能参与我们这波300块的抽奖了。还有最后1分钟啊！不要看入迷了，想参与可以早点参与一下。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这都能抠着我？我给你个叉子，吃个药来，划了一下，周 W 连 A 余震震。 E 过来，点燃 ，A 闪现，一个 Q， 别死 ，OK。 等一下啊，这个炮车很有可能一个回身直接把我们给掏死啊！这个炮车一定得小心点的。你阻挡不了。 谢谢涛涛，感谢白岩佑，还有20秒开奖啊！完了，溜了溜了，我就在这回，你要想来你就来，我定住一个余震，小伙子，我点的余震，我不是点的电刑，你跟我俩玩呢？你有伤害吗？ 不能退了，走吧，再退一波吧。我再震，你这回直接 R 来的，你直接 E 上来的，你没有E了，我不用害怕，我回家了。 哎，你还回头这蓝枪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先来个这，抠一下，再 Q 一下。 这冰女的 Q 咋没有特效呢？先去插个眼儿，抠一下，定，再 抠，抠一下 A。 来蓝枪来了，定 ，A， 抠，补车，点一下，车没补到，好气，抠，我有没有点余震？没点余震，啊，不是余震，那叫什么来着？爆破，撕成塔皮吗？ 狗熊要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也不知道。你干哈呢？你跟我闹呢？抠一下，一下，定，走 ，A， 定，抠，停 A， 哇哦！你给我打死他！我坏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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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坏了！
糟了糟了。这脚印的 QE 是真远。我来个蓝，兄弟。你也太是我兄弟了呀！你好毒啊你！你好狠毒啊！你这个恶毒的人，我不要了还不行啊！我再回来一波。差点让他给拿走了。插个眼儿，我给你个冰碴子点，再给你个冰碴子，再给你个冰碴子定，哎，再给你个冰碴子。你以为我不会杀你，兄弟？点，好闪，抽一下。一个狗熊也想杀我，你跟我闹呢？点，点，点 ，QWE， 一过来，划了死，我死不了。炮车没补着，哎，有点烦。2100块钱，差一点点钱。脚印没闪现，所以不用怕。吃个塔皮应该问题不大。定，你有点盐吗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他可能有点盐啊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他有点盐，他肯定有点盐。我们小心点。你吃。你吃一波，给你吃了，我的好兄弟，给你吃一波，怎么样？我好不好？这寒冰怎么回事？我们来一个，我就知道会出事，他一吃指定就出事。没事，他让皎月值钱了，我们把皎月杀了，打他一下。哎，他没回去，他这边不回去他就要死。我们直接一过来 WQ， 还跟我俩走位，最好是别用大啊，这边省个大招。上路怎么回事？支援一波的，这得支援了。上路这波不支援，可不行了啊！扫一下，一下一过来定住，给大平 A 余震震死，致命点炎接 Q， 进夫的魂过来来，闪现 W 定接 Q。狗熊得闪杀，我追不上他。不应该呀，怎么还是差一下能死啊？这回中路，这把打完，好，这把打完，好，回家，算了，
再清一波吧。我给你个嘴巴子，掉点，再 Q， 不要交易啊！杀我回家了。我们粉红玫瑰，带刺的玫瑰，来个美甲的窃魂卷吧。往下路走一波，中路不能要了啊。哇哦，给大 W 接 Q， 别掏我，求你了，我的禁服戳戳定一掏掏狗熊，别急，走位来定掏 A 余震震一下，回手掏中，漂亮，好走位呀，潘森。小月可能会来啊，来 E， 直接 E 过来 Q 一下，我是个傻逼。我这美甲窃魂卷不应该掉的啊！哎呀，我译过去那一瞬间，我才想起来，那皎月放完 Q 他还玩呢，我才想起来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老子不行了，老子没断个呀，这波。我就有 W 我都不能上，刚才我都不能上，出个沙漏。没事，这美甲窃魂卷我们一会儿再那啥吧，一会儿再叠吧，没关系，先打一个蓝 buff。 看有没有眼儿啊，这个位置没有眼儿，我们可以来一波下路。跟我来，移一下，移过来，定，给自己大，戳 ADC， 来点伤害，定，戳死一个，套点盐。我们家谁 ADC 呀？塞纳呀，寒冰辅助塞纳 ADC， 这波不能打了，走，不能打了啊，撤。周 W 定 A E， 一过来一个戳 ，Q 定戳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还能打死一个？雷暴都能打死人了？不行，来人了，兄弟，那里头有眼儿。戳，给大，一定，一过来戳，叮！啊！我就知道该走。打的时间太长了，你知道吧，这边人全活了，又变成十二层了，我的美甲窃魂卷。这个表那不用白不用啊，反正我们也和沙漏用着吧。给我找一下中塔，我得来帽子了。
戳一下，再戳。这冰姐这个英雄想 C 呀，其实不太容易。这个英雄偏辅助性。守塔啊，别出去打，小心左边。你这雷大 W 接 Q E 走，不能打了啊！这周 W 定，狗熊进来了，戳一下点。再戳，再戳，一，一过来 W Q 戳点炎，往上戳，平 A， 闪现 W 接戳平 A， 杀我叮！可以中推了。回家了，回家回家回家！哎，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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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求你了，咱活了，快走！这不能再打了。我差点钱。走下中塔，兄弟。干嘛呀？漂亮！认手欠儿，还欠不欠？直接来法身棒吧，完了我下件装备出帽子，上路收波兵。嗯，把禁夫杀了，他没啥魔抗，一共就一个小破损银鞋，戳一，一过来定给大戳，快跑！再戳，别着急，定，叮！怎么这么多人？戳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别打了，快走完了，坏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左边有人，快跑！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哎呦！十四层，哎呀，十四层，中塔守住就行，没事。我们还是不能往里边打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还是不能说是近身打，还得是远程 poke， 在后边打伤害。先把上路这个峡谷先锋给他打了。让他有用啊，这怎么大龙没了呢？扣一下 A 定点炎 W 戳一下，给我追戳 E， 一过来定，省着他闪现啊，他指定要闪，我们往下点，省着他闪现 OK。红有没有？他对面还行，送了一波。
那狗熊带着队友送了一波。链儿，哎呀，黄蜂之力，来来来来来，小龙小龙小龙，他狂风之力被我逼出来了，来这儿等一下啊，定给大戳一，逼过来一个戳平 A， 再戳，这狗熊跑得这么快，这狗熊定叮。一戳一走，戳一下子，再戳，我定一个戳，一没有一了，左边有 ADC 那就没法一了。哎呀，这一波都没打赢，天哪！这不应该没打赢啊，可能是皎月进场确实有点猛，刚才那波皎月进场进的不错，炉灯换面具啊，那不更没伤害了吗？本来就没伤害，把狗熊抓了，这狗熊自己搁那玩，一下一过来定给大戳，上路需要人守一下，慢慢打没事，这把呀，这把其实好打，三个人四个人抓他一个总能抓得死了吧，嗯，一过来我给你定住他，你先走啊，咱先把这禁夫杀了，戳一下定住，一戳闪现戳 A 定戳再戳，我都快神装了，我都快猫着了，差300块钱，你有水银吗？没水银跟我秀，不能打了啊，这波钱不能再打了，这波钱打了狗熊指定是来了，找我们来了，这狗熊打个蓝，我猫着了，我们家两极地还是可以的啊，两极地两海盗，我买猫的去，等会儿兄弟们别急啊，别着急，好定，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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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不行，干不了了，快走，来中路打一波团，皎月没闪现，我最好能升个16级再跟对面打，我们有3级大招，会有质的飞跃，看看这禁夫出的什么玩意儿了啊，没事
定，戳给大 A E， 再戳，先把禁夫杀了，来定狗熊，戳一下平 A， 先杀皎月，戳一下一过来，一过来定，不让潘森放大，戳一下，后边怎么有两个东西呢？走位一波，死定了，没事，一过来，戳一下，猜中。没有线儿嘞，定戳点盐，叮，这都不用叮，他打不死我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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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龙小龙小龙。定住戳给大，我他妈，哎，我点的不是自己呀！定住杀狗熊，一，哎呀，我没点自己，我点的那个禁夫给的大，怎么给自己身上了呢？为啥呀？我点着，我靠，这也能，这鼠标有问题啊！别贪心呀，你害收兵，你不怕皎月把你穿死？我确实应该换面具了，我换个面具吧，希望大龙不要没啊，大龙眼儿。我看东西很清，让我看看。没事，大龙不丢就行。干一波团战，兄弟们。下踢过来，定住戳一下，给大定住戳一下，戳一下，一走定戳，闪现 WQ， 哎，皎月怎么回事？没死。小月怎么会没死呢？打不了，这伤害咋这么高呢？我想打不了接钉的，哎呀，这虚区，你让我打吧。真是没有虚区啊！杀人书放了吧。换一件装备，怎么感觉这面具还不如这炉灯呢？啊？没有炉灯厉害呀。首先它没加速，其次感觉这虚区也不高，而且我就多那一秒钟的 W 时间，我觉得没啥用。杀金书换重伤一会儿，行，换鬼书。暗夜可以，暗夜什么？暗夜收割者，暗夜收割者是什么装备来着？我给忘了。先打个蓝。杀人书现在钱不够，一会儿再说吧。没关系，这波可能还能叠得上去。好，禁夫剩下了。定戳点盐，一戳一
一过来定戳叮，再戳，别着急上啊，戳，哎呦这个疼啊，怎么全死了呀兄弟呀，这都丝儿血的呀，这 ADC 给我换了，我靠，这边的皎月杀人数都20层了，不敢相信呢。没事，我们家的这个落手啊，还有我们家的寒冰都能活了，应该是没有办法被一波啊。一会儿小龙啊，小龙得要，这玩意儿能卖多少钱？不行，差300，打个300块钱去中路，小龙得要啊，这个小龙得要，这小龙不要不行了。如果这波小龙打不过，我们就投降啊，没关系，打不过就拉倒。这把这英雄尽力了，也就这样了，这英雄，这不是一个后期能塞的东西，他塞不动。我这边没杀漏，皎月应该也没有杀漏，杀皎月啊，定住他，小龙，我们在这等一下啊，好，无法控制，叮，这皎月打人太痛了，这一个 R 进来我们全死，狙击，我早点大着狗熊好了，我有点犹豫了，我刚想大皎月的，想了半天，狙击